今天终于出来，就是我觉得这一次，就和小手的这个行动慈善基金会呢有一个达成一个共识。嗯，那我也很想就借助这本书呢，可以做一些慈善回馈一下给社会的。我有一点怎么说，可能我画面感比较强，是通过你的文字啊，通过书里面的插画，我觉得我好像就在晚上的时候开启了一个跟我们的祖辈一起下到南洋的那种感觉。其实主要呢，这本书就是有筹备，就是因为启航呢也是拍摄到，今年我们已经成功拍摄到第十季，那就是算是一个10周年的一个纪念，就记载了我们10年里边呢，就是一步一脚印，去了马来西亚南洋这块地方呢，收集了每一个华人、每一个籍贯、每一个族群他们的习俗、礼节、庆典。那希望呢更多的人呢可以更了解自己的族群，因为我觉得呢，其实如果我们一个族群没有自己的特性或者特色的话，那我觉得就是有点可惜。是，其实上一个星期我们 launch 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卖出了1000多本，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货就是你知道非常非常的限量了， OK。 所以呢，掌声给 Destiny， 掌声给小虎基金会的所有每一个人。